德云系史思雨带来的表演。 刚刚咖啡在等人一个人，这首歌的那个叫什么阿卡贝拉部分，其实是我自己编的，有没有加分啊，评审老师们？就我平常不是这么厚脸皮的一个人，但是现在毕竟是比赛，就是要有点分数这样子。对，刚刚是我在宿舍自己编的一个 阿卡贝拉，特别谢谢我们班的曾怡晴，然后陈玉宁，还有彭宇，大家帮我给他们掌声一下好不好？谢谢，因为现在在加油机会，我需要讲一点。 特别开心，今天可以再次代表德云系站在这个舞台。然后不知道老师还记不记得我去年有在，好不记得就算了。我没有，就是我等一下要唱的歌也是原创的歌曲，然后老师好像也希望可以听到故事，所以本来没打算要讲的，特别为老师讲一下这样子。对，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算计的脑袋》。 然后是写给某一个人的，然后这首歌大概在讲的就是，有时候我们面对自己就是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会想很多，会怕说我们可能在他面前我讲了什么话，他会不会觉得就是有点恶心，例如说就是问一些什么啊我在你的心中是什么位置之类的可怕的问题。 然后，对，这首歌大概就是在讲这个东西。然后，其实我现在这里唱这首歌，还蛮违背这首歌的那个意境。但是谁叫就是副教授说这首歌很适合，所以就找来唱这样子。对，然后好紧张，心跳很快。谢谢。这首歌是前几个礼拜才刚写好的，然后叫做《算计的脑袋》，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想一直这样和你谈真心情，所以我会坚持着这道路，心中带一点温暖，为了能多几个深深的爱恋，为了能不紧张多点自信。
其实很多话想说，却只剩下幻想能说出口。
家。啊，谢谢，特别谢谢傅君豪，那我再给他掌声鼓励好不好？谢谢。